季，我们今天来做巨大化千层派。没有巨大，没有巨大，乱说。OK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靖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做的是100层的千层蛋糕。可是它是叫千层蛋糕，嗯，我们应该要做1000层啊。我们邀请观众一起来参与这个盛事好吗？为什么会突然想做千层？是因为我拿到这个，这样很方便就可以做出可丽饼的可丽饼机。耶、yeah！ 我们的赞助商在这。欸、它其实没有很大，我一直以为它很大一坑呢。很可爱耶，很方便，就是它只要把面糊做好，然后你这样放下去，放着拿起来加热就一层。听起来是不是很方便呢？我们先做面团。我们今天来挑战单手打蛋。你呀、啊。然后我就讲唰，你呀、啊，爸不是想看呱呱做料理吗？哎、欸，我其实很厉害。我跟你讲，我认识呱呱到现在，我从来没有吃过他亲手炒一颗蛋给我。有吧？我说我吃过你洗好的菜，然后放到火锅去煮。我首先请你先打3颗蛋。3颗哦。6颗。请问单手的部分呢？单手吗？真的要试单手是不是？好，来我们试试看单手。你会不会单手？你有没有用过单手？我会。会吗？还不错哎、欸，我也以为会烂烂的，那我再一次。喂、欸，也蛮快的，变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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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的妈妈应该很感动。OK。这蛋都是洗好的。你不先把它拿起来吗？你不先把它。最后，我怕我最后这一颗也会有蛋液啊，蛋壳啊。有啦，还不错啊！我打了6颗蛋，只有掉一个，可以去洗手吗？那接下来的步骤交给我了。我们把6颗蛋打到里面去之后呢，我就把我们的砂糖加进去。我记得是60克，其实就取决于你想要它吃有多甜啊。我觉得60克很多，你是很多哈，可能对弟妹来讲不够啦。弟妹的话大概是5包糖。时代在进步哈，我们是需要偷懒一下。开始。它这样起泡泡是正常的吗？拌匀就可以了。再来就是加入我们的低筋面粉，我已经过筛过好了。然后加进去是160克，因为等一下接下来呢，我们都是加牛奶的部分。OK。耶！哦哦哦哦，好喷好喷！用手转好了。那你可以试着那个，这样，它有没有分速度？没有，它没有。有啦，菜渣现在在开台，然后就一直听到这个声音，好爽啊！耶、yeah, ，要录进去。好，再来呢？哇，他有先加牛奶再打哎、欸，哦、shit， 我们漏了一个步骤。没关系啊，那个也没差吧？就是加牛奶的部分。牛奶加250，我们就是用杯子，一个杯子有230，我们倒2杯。感觉吧，开始哦。一定喷。我吓坏蛋。对，不行，我们用手就好了。我们锅太小了。我们有个大盆，可是我们要过筛，所以暂时先用这个好了。哎、欸，很水，哎，这么水是 OK 的吗？哦，其实是 OK 的。我那时候做这一步珍珠奶茶章鱼烧，章鱼烧，它也是很水。我们要不要再加一点面粉？我们还是补充一点好了，我快受不了，好可怕、啊。明明就不是做巨大化，为什么会这么手忙脚乱？啊，应该助理是我的关系吧？是这样子吗？这样子的形态是 OK 的吗？可以啊，如果顺序做错的话，请有读任何餐饮课的朋友们在下方告诉我们。就说如果顺序错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刚刚真的有点太水了。可以，30克的奶油，我们把它加进去，过筛，然后把它放到另外一个盆里面。差不多要完成了吗？没有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哇，好香哦、喔，它真的有那个已经有那个蛋糕的味道，对吧、啊？弄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可以马上做饼皮啦。Yeah！ 在做饼皮之前呢，我要先做鲜奶油。要先做鲜奶油。对。好。所以呢，等等，因为等一下鲜奶油呢会很多很多很多，然后你也不想再看到刚刚那个惨况。对。先把这一锅的东西移到这里。然后你要用大锅打鲜奶油。对，这样就不会喷出来了。我们现在要先做鲜奶油的部分。鲜奶油呢是拿这个鲜奶油。鲜奶油。自己打发。打成固态的，不要那个啊，反正我们现在都有那个啊。对，然后我们总共是做这有1公升，你加一半。对，我就是考虑加一半。好，感觉好像不到一半，我觉得我们全部做掉好了。真的假的？就做掉了。做掉，我们太大声了，菜渣在开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做吧。开始吧。
这个最吵。我们的鲜奶牛呢要打到，对，不能动。啊，它有点发了，对不对？稍微停一下。有点发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加入我们的砂糖，也是三十克。够够够。如果想要赞助我一台咖啡机的话，欢迎寄到下面的地址。没有啊，没有。可以了，好了。好，真的。哇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就这样。然后先这样，好亮，好亮，好白，好可以看得到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呢就可以做，可以做我们千层的皮儿。现在呢，我们要把面糊捞到这里面，然后让它加热。在预热之前呢，我们需要拿这个餐巾纸，然后我们稍微沾一点油。这样子它还比较好脱手。它其实有温度了，有温度了，它有温度了。你来，我来，好了，来，各位观众，历史性的一刻，看它会不会成功，就看这一次了。啊！哎呀！啊，掉下去了！超级失败。十、九、八、二、一。太快，有可能我们弄久一点。对，我们来给他信他久一点。我刚刚就给他十秒。你数太快了，我们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二一。将将，哎，我的很成功哎。好薄哦，它怎么那么薄？可是就是要这么薄啊！哎，中间为什么会有一个洞啊？不知道哎，刚刚你好像有空气啊，真的、哦？对，那就一个洞，没关系啊，那至少是成功的嘛。哎、欸，不错哎，我觉得它熟了，它就可以好拿下来了吧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我觉得可以。可以了吗？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可以哎，可以哎。你跟我说我们这样要叠一百层，我们应该要做一千层啊。要啊，原来你已经道出了这句话了。我刚有洗手。一层。哎呀，我好厉害哦！它好香啊，你闻。哎、欸，真的哎，好香哦！你知道，我觉得它刚刚那个太多，是因为它其实是要压下去，它会从旁边跑上来。你要不要先把它试吃掉？不要。你不吃掉？我们就让它就是玩。不，我们就要先试吃啊，不然其他人怎么办？那你就把它折成千层派的样子，然后我们挤那个奶油。我们就这样，反正我们是试吃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结果变成可丽饼了。嗯，可以再烤久一点。哎、欸，好好吃哦、喔！加这个鲜奶油超级美味，就是千层蛋糕哎、欸。我们这样子好了，人家是一层皮一层奶油，我觉得这样有点太多了，太胖了。我们三比一或四比一啊？不是很好吃，它就是要加奶油，很好吃哎、欸。可是一层多一层很胖哎、欸。好吧，很胖，我们不要这么胖，我们少一点。开始，拿起来，成功了吗？香蕉，有哎、欸，可以让它放久一点。我们直接这样子好不好？看看地心引力有没有？哦，对不？哎、欸，这边 perfect， 好，我们还有99片。开始，你看，它在啵啵。哎、欸，破了、啊、这片，丑丑的放旁边。不行啊，这要做多久？我们弄完看到底有没有办法到100，甚至是50？我们现在进度是两层。你做了？来，拿起来吗？哇、哦，它真空哎！哎、欸，啊，还好，我们怕我们的打了鲜奶油会失败。好，我们把鲜奶油拿去冰，我们现在还有这个。哦，抹平，这根本就不用抹平，我要直接盖上去就好了。完美 ，perfect， 各位乡亲老看到无？哦，完美啦，这个层次哦，还远的嘞。哎，下面的已经融化，果然是太热了，那个奶油都融化。没，哎、欸，我看人家千层蛋糕都是饼皮做好。然后放在旁边凉，然后再一片片拿起来叠吗？对，然后挤奶油叠，挤奶油放。我们不应该这样，对不对 ？OK、欸。你看我们没了耶，我们有十层了吗？我们对折就十层。因为我们饼皮做的这么完美，我们错在马上挤鲜奶油这档事。对，鲜奶油的错。鲜奶油怎么可以这么怕热呢？哈，鲜奶油哈，而且我们刚才做了一大锅鲜奶油哈，而我们还忘记冰，它就异化掉了哈。我觉得这个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，它只会有一面很熟，对，它另外一面还好，另外一面好像就不会那么脆。这边其实是我们算有点小失败的，没关系，等这集播出之后，如果大家想看我们挑战的话，记得下方留言。
然后我们就是会准备更多的料。对。然后我们就会先把饼皮在旁边放凉。今天就是试做啊，试做。我们今天的主题已经变成了做做看千层蛋糕。从原本的挑战变成这样，这边好漂亮哦。哒啦。超级美。好久。哎，漂亮。我们把仅存的几滴刮一刮吧，就没了。然后我们的鲜奶油就要慢慢的吃完它。可以，大家说鲜奶油还可以做什么样的料理吗？我们来好把它利用掉，才不会浪费。可以拿来做什么？很简单，可以拿来做吐司加鲜奶油，可不可以把它当饭吃？哎，用最后的，没了。这一片用的超干净的，第二市场的蛋饼皮，我们都做太厚，我们都拌料其实是够的，也没有到够。普通够也没有到普通够，其实还是不够。Pokemon Go， 没事，我们下次再挑战。希望我们的赞助商可以再多给我一点这个机器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做比较快。哎，这片真的比较好看。拜拜，我们做完了。那么我就吃这个叠了很多很多鲜奶油的，看起来像千层蛋糕的千层薄饼吧。吃不出千层的感觉，至少也要吃出我们的努力吧。哎，我要把它叠得像千层派一样啊。我跟大家说，它吃起来没有焦的地方都很好吃，太焦的话就真的很像，真的很像煎蛋。那它整体来说是很好吃的。然后再铺最后一片，就不用挤奶油了。我把它切，我觉得还可以来对切。我跟你讲，千层蛋糕就是这样。不要再加上油了，太多了。它就是一块千层蛋糕，耶！算成功吗？算试做上是成功的，但是千层百层是没有的。哇，很可惜，我们下一次我来吃吃看好了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很好吃哎，尤其是自己做的部分。嗯，而且你吃到鼻子上都是。为什么？还可以。好吃哎！下次我们会来挑战100层，真的认真的100层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就会让饼皮变得比较薄。对，那大家也要记得先看好我们这部影片，体验千层蛋糕。嗯，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按下订阅。好，喜欢想去看更多的，不妨底下不放弃，大家还有更多影片哦。那记得订阅呱呱，还有我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哇，胡子试吃，いただきます。试做的千层，看起来好水哦。这还不错啊。但主要是这个味道很棒，跟我印象中的千层蛋糕不太一样。这个比较不像蛋糕，这像是千层蛋饼。不要再加奶油，它很多了呢。它吃起来就像是沾了奶油的蛋饼。其实还好没有做一百层，我刚吃那一些我就有点好饱哦。可以卖了，又可以卖了，是不是？我觉得这次不行，我觉得这个这又打到你了吗？这我可能会去早餐店订一个。哎，我们现在各大早餐店够开始贩卖鲜奶油蛋饼，我觉得还可以啊，不错啊。耶，成功。